这场比赛被誉为张伟丽打日本人最狠的一次。张伟丽跟随赛事方来到日本东京迎战这次比赛。张伟丽几乎每场比赛都能在短时间内 KO 对手，每一次战胜都堪称毫无悬念。此次他的对手是来自日本的老将藤野惠宪，在日本该级别中